啊，张惠妹的演唱会呢，在台北小巨蛋一开就是10场啊。那4月15号的晚上呢，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场。那前有蔡依林献唱助阵，那最终回的嘉宾自然也不能输阵啊，又是一位天后级的女歌手，从演唱会然后到庆功宴全程奉陪。当孙燕姿唱着阿妹的代表作《勇敢》从舞台下缓缓升起，尖叫声瞬间井喷。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孙燕姿当天甚至是抱病前来。两位天后互唱经典，对于最后一场的观众来说，堪称一场视听盛宴。除了身体抱恙，今天对孙燕姿来说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原本这一天燕姿可是要陪老公纳迪姆过生日的。你的生日啊，我要带你去看阿妹的演唱会。好朋友在台上大秀恩爱，身为主人的阿妹来到庆功宴可就惨被催婚喽。现在是姚太太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今年有没有可能是姚太太？完毕。好，这个问题我等一下下去跟你们聊一下。对，众所周知，阿妹跟调酒师男友 Sim 姚小健交往已经3年了。39岁的阿妹也实在该把终身大事提上日程才对呀、啊。可是人家就这么又一次否认了。她现在不是姚太太，好不好？她是 Mrs. Sam， OK 啊、哦。意义不是了，都不是了， single， still single 哈、哦， still， yeah。 行了，在线台北采访不到。